在一个强调公平的社会里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公平呢？这个答案，这种工作正由一些热心社会工作的人努力寻求着。而且由于每一个人的观点跟动机的不同，公平的定义也是很难确定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般小市民的生活背面做探讨，给你一个具体的概念。哎，现在行情很不好，样样东西都起价，我们卖油价鹅昂金顶啊，也很干苦啊。那以前认稳比较便宜喽，那搓好的稳团切长一点，切圆一点，它炸出来的这个油价鹅昂金顶啊，那当然会大一点、长一点、给圆一点嘛。可是的现在啊，认稳贵了喽，还是卖一角钱一条，一角钱一个。当然咯，炸出来都是小一点短一点咯。哎，可是人家又嫌长啦、啊、又嫌短啦、啊、哎，我老嘅系七十二中行业之中嘅一行，人称为五爷飘香爷来香，即系卫生工作粗俗语话就叫做老屎佬。人哋有钱人家就在母厅拉母女叫蹦七孔，我哋冇钱就在粪坑去屎桶，那啲屎水就跳蹦蹦蹦。我做工嘅终点，人哋系奔得最甜嘅时候，我哋就要为人群服务。但系我自己就赚咗一身臭，有谁人来可怜？因为我娶翻咗番婆，人民女仔来敲，我今年四张佢哋。依然系挂住一条，你话咁个日仔凄凉唔凄凉？我系做流动卖生果嘅，系唔系几好过噶？七条豆黄连埋黄面婆一家九个口，只系靠我一双手。大嘅仲读紧书啊，嗰条细豆仲食紧奶粉，一个月搵嗰三二百蚊，好难搞噶。有阵时冇错啊，俾佢差人拉亲啊，你知啦，好惨噶。而家个屋村饭铺又请紧波添，总之讲散啦，再多两三个月又讲唔清佢啦。我呢条老牛个膊头又重啲睇啦。喂，八百七都卖二镬鸡嘅，车头四点零，又要七百七罗鱼，大箱仔箱个鱼，时头公要我推，时头婆又要我按。哎，赚人两摊，你个唔太靓就假咯。如果系卖毛晒，我帮六点几，石头婆仲帮我跑个轮，别放鱼。话等搵白拖大衣都冇时间，咁啱帮佢捱去啊，仲使讨老婆咩？说来真是别有门，苦苦难挨苦本是为了谁？怎么因而全生活？真安排，哎呀，可真真是难挨。惧怕莫失心情怀，奔着斑马相公都乱狂飞。说声家兴万金一见发财，快留一根心砸碎。是别